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工厂风水经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自播出以来，下得到十方善知识，下对这个法门的扶持，甲重要甲需要，下本人感觉真正的安慰，下十方的支持甲扶持啊，甲鼓励，下予我真正大的信心，所以我也继续发这个愿力。要将我所在咧，我绝对袂保留。下来一一咧，甲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会当解释我所了解、所捌的、所体悟的，甲王禅老祖、几国先师、诸佛菩萨的圣师开示妙法，一一讲予各位了解。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会当得到十方诸佛菩萨、甲王禅老祖、几国先师的法印。好，予咱大家共掌，寺庙搁啊顺势。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一个水神。水神呢，占在公司诶，共掌是占着非常大诶重要性，占着真大诶角色。而且水神呢，整个影响着咱一个工厂事业诶兴衰旺盛休愁。影响到一个地区、一个庄头、一个工业区的兴旺甲衰微啊。那么，这水神好歹是什么原因呢？本人在民国甲戌年啊，好在学习写大字的时，好因为有一个因缘呐，好那么我定力中间呐，大笔写起来，写一字如意，金融如意。结果呢，所显示出来拄拄啊，伫我后面呢，这张背景，这张金融如意啊，这个图。那么这个图的实现的应现呢，甲地理风水呢，息息相关。水神甲这张图呢，非常的符合。我因为我信靠伊，重用就王禅老祖、几国先师呢，写的这字如意啊。甲风水、地理、易经、八卦，完全是相符。只要咱有开悟，咱冷静你甲看，你也不难发觉这条道了。整个就是风水，整个是易理的妙法，也是整个人生生活的妙法。那么现在请大家咧，咱来看这条道详细的道咧，是安那风水咧，甲这条道有真大关系咧，水神有关系咧。好，咱呢，看这个这个，好多水源来，好，那么水安尼枯来，变成水神安尼枯的时啊，水神安尼枯的时哈，你看咱来转弯的时啊，这你看这个所有这个气啊，拢向外出去，向外出去，那安尼来的，你看这向外哪出去，向外出去，那么相对的，咱若徛家工厂伫遮的时，那么这煞气的拢对遮来。那就一支箭，万箭的拢传对咱遮来，咱也住伫外口，好多翻江的所在，翻江所在住伫外口这个位啊，水安尼来，是路安尼来，咱住伫遮来咧，拢有予这个煞气，咱就多咱箭安尼就是射着，哈，当然咱会住袂平安，翻起覆倒，心烦气躁，那是住来这时啊，咱住来这时啊。感觉真正光明，真正清净无烦恼，感觉足有情的。好，这个就是甲地理风水的道理。咱路安尼弯过来，都弯过来，咱的空气车在行，
啊是这个水在流，水在流咧，产生的摩擦，那就钱，万钱向外口放下。那么咱住外口的人一定袂平安。外口放下的时啊，拢一斤八卦六八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咱每一卦一爻，伊五行性地无相像。五行的性无相，有金木水火土，金木水火土，金连袂克木，金木来克土。起来起去，咱住外口一定那是战场。咱住哩反攻外口的，那是战场。一定啊，咱过来看这张图，哈。这个图呢，哈，比如咱家呢，都登湾安来，哈，登湾安来，哈，登湾家安来是啊，咱住哩家，哦，为那个，这起湾安来，湾安来，安来，啊，湾安来，好，就发家来。方向无相像，方向无相像嘞。咱若在外面嘞，那就是各种的钱，各种的钱在给咱写。好，有金木水火土嘞，本身嘞，伊就伫相拍，气伫相拍。咱在外口当然是正常。啊，那么在里内，在里外口的人啊，较会反目无情。在里路反光的人，家内较会反目无情。拄着事业嘞，拄着是这个生理，甲拄着。交接直接的朋友的人啊，也较会拄到反面无情的人，真正应验真相。哦，所以各位是风神意识，咱的风水的法则，在五条法则完成自己的一。哦，那么我这拄只呢，这是爱以这张图呢，哈、哦，我后边这张图呢，下来甲各位解释这路、这线、环境甲玉大内底。玉大内底咧，但最无这个钱，钱是伫玉大发到出嚟，所以咱内底平安，外口当然最外面的环境外面平安。哈，今日这个课程咧，甲讲解这个水神呐，哈，其中的一部分，现在请大家暂时先休息。水神好食极好，歹食极歹。在十八年前啊，哈，本人到平湖摸一个钟头，哈，去甲摸一位先生啊，去看伊的祖厝。要未到位的时啊，在耳安来，哈，有一位圣神。伊讲是先天上帝底下讲，希望去伊个即个庙啦，钟头庙去啊行呢，看看呢。我什么鬼事啊？那么我就照伊所开始的咧，我甲问即位先生某某人，恁这钟头一定底下讲庙，伊讲吓。那么你带我去看好，啊，我咧去看咧，原来咧，这间庙咧，主神。好、哦，是地下宫。后壁咧，一个山路那足水咧，那是只摩耶卡。我讲这是摩耶黑咯，哟嘿。好，卡在布水。好，地下宫咧，一只咧，真香，宝贝是方的啦，真香。我讲看咧，看咧面头前海的对面呐、啊，都在远咧，啊，都两条水沟滴滴滴的下，对这间庙子白。哪像一支箭，哈一支箭，然后插入来呢？哪像你迄只毛蟹啊，好一支箭啊，插入来，硬去食。我讲无人。听讲这庙呢，哈已经败去，地理败去啊，地方会伤人丁。好、哦、爱注意，那这个人哪会安尼做哈？啊，这里是家己喜欢啊，啊为着家己自己的利益。哦，安尼冲一条这长的水钱啊，啊一个钱啊，射到这个庙，这都射下不对嘛，无道德的。这个人会败啊，我这个人会败，这莫无良心，为了家己一个咧，不管他人，要饲鱼温啊，饲鱼啊，要红台本来就杀生做恶业啊，你是安尼个冲一个钱咧去射到这间庙咧？我哦，这个人心啊，居心何在啊？那么这先生啊，老师啊，
我家吼，这一两年来，少年的私人丁拢21岁到24岁，然后无代无志就带去，无代无志就带去，上人丁啊！哦，所以底下讲啊，伊嘛真无奈，真无奈就对。那么底下讲啊，伊讲某人，希望啊，你会当甲破这个破掉，我要怎破？我无法度破，我袂晓破。伊讲清是王禅老祖几个神师，我得把甲拜这个破掉，地方这个庄的人会较平安。那么我就清是老祖大慈大悲啊，开始。好，老祖了，伊讲了，安尼来，你家己这庙来庙埕了，你爱围一个围墙，圆圆迄个字呢，原来写倒一摆，啊比写倒是写对害出去。好，安尼圆圆安尼来，你个庙安尼来嘞，圆圆嘞，好，那么所以字我来写着，你而写倒出去。那么现在请啊，我画这图嘞，好各位看者哈，这个形就是安尼。这间庙安那来，吼、哦，对面海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种海，啊，伊啊做滴滴滴，大约有2公里，吼、哦，有2公里，这个庙嘞。这就那只摸黑，那摸黑卡，摸黑卡，啊，滴滴滴嘞，差不多2公里远嘞，啊，这伊就做嘞，一窟一窟，气温啊，就安尼写去吧，啊，写安尼去吧，都写到这种庙正种红袄，红袄啦，啊，无我家就讲，哎，你若无想好吼，只做围墙个。做围墙，那么这钱呢，得必写到出来。好、哦，安尼改了嘞，好、哦，照我讲意见嘞，改了嘞，他都有较平安，有较平顺心，较平顺。所以有发有福，钱啊写入来，你爱要套，那不要套嘞，挨挨杂杂。好、哦，顺丁破财，唔知要安怎。风水归风水，地理归地理，神归神啊，人归人，修行归修行，拍拼归拍拼，拢是分得清清楚楚。相对的，咱的庙站袂条，地方遮济人福分都站袂条，何况咱一间工厂呢？那么现在呢，咱来看遮一个例，我有一间工厂啊，吼，遮一个图一个例咧，啊，工厂真袂顺失咧。哈，现在请大家看哈，啊，这呢，这一间工厂真大间，啊路呢安尼行，那么这呢，伊就出入来，这一条水沟水就安来，这一条路啊，这农路，真远中卫区的农路，啊，那么这间工厂呢，自这间中卫区呢，做了以后呢，工厂也要倒去，啊，这里呢，来水为钱，上认真。起水为石破财银，好、哦，告诉水啦，你来安尼水安尼流安尼来咧，为水钱，啊水来流倒出去咧，为石，无人来去弄卖，哈、哦，若是边咧，这又过来水边来摊坏来，来水诶，起水为石流出去为石，无名诶破财者啦，哈、哦，啊来水有吉凶，哈、哦，一百卦五行生克二生。那么这里呢，哈，我讲哎，先生，你这间工厂，你钱会赚到，但底员工未平安，家内未平安，伊讲无唔对，哈，搞事端，搞坏业，那么怎么改呢？安怎破呢？哈，咱呢啊，等一下，下节啊，各位来讲解如何来破，有发有破，哈，有煞有济。咱安怎来做呢？咱再搁甲各位来解说。
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世间的万法，法无定法，煞无定煞。只要你知影这个破戒之法啦，那么咱不伤害他人，不祸自己，咱来移转乾坤，扭转乾坤，这是王禅老祖所传下来真济妙法。因为我自开这个易经心法班、易经大学咧、易经心法班咧，这个课程啊，哈1500外的学员中间呐，哈每一礼拜所讲解的妙法不计其数，只是希望讲，从我有生之年，我所捌的事啊，我所知影的，我一定甲讲出来。哈，留伫以后人若有用者好用，无用者，咱就卖用。不过法要留落来，妙法要留落来，确实要有时间、因缘、够信心、够耐心、够慈悲心。那么今日王禅老祖慈悲啊，将真济妙法照到第四台卫星电视台，甲我呢每礼拜1500外名学员中间呢来上这个课啊，将这个妙法直直讲出来。那么今日在这节目咧，是一个较大约简单，让各位去了解大原则的破解法，有法有破，有煞有解。哈，法法拢是上调和，法法拢是上克，法法拢是圆满。在咱如何来圆满当下生活身边的每一个一生一物，哈，那么咱呐自然会当人生中间运用自如啊，如如自在。那么工厂的经营，各位拢是内行的，但是在风水方面呢，咱们就爱借用专家的专长，甲因所学的一世人的大智慧咧，哈，咱来甲好好啊，哈，来请教。相信因嘛会甲咱帮助，因为咱武术界真济大师啊，哈，拢要真正慈悲咧来为大家要服务。那么今日台湾的经济会遮尼好，除了就大家会打拼，嘛是咱台湾遮咧武术界的名师，甲大家哈指点明灯，牵一条明路，哈，有法有破。有煞有济的情形之下咧，予咱大家共同建立一个经济富裕的国家，予咱建立一个清净人间的佛世界。那么这功德啊，那么我嘛足赞叹着咱的各界的名师，希望各界的名师啊继续为咱工厂工业咧继续去奉献。那么上天会庇佑咱，上天诸佛菩萨。会扶持咱，因为那安尼咧，各位拢是诸佛菩萨、王禅老祖的化身，在世间咧行菩萨道，一发一破，有煞有济，顶阵咧讲解到这个工厂，啊，顶下都讲工厂的问题，头前路线路煞，现在请来大家看这个图，关咧都像所讲过。这个路线来是第一直直来位置，到底偌远呢？差不多50公尺以上的位置。哈，路线为上顶，水线嘛上顶，搁上窄。哈，上顶搁上窄，那么怎么破呢？去嘛唔是，来嘛唔是，怎么破？那么咱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，咱来一当，甲因造一个哈，咱来做一个酒盾，做一个酒盾那酒头。酒盾呢，甲冻掉咧，煞来个只就煞掉啊。若是无多咧，咱就站站在咱的所在咧，咱的所在咧，你甲做一个，做一个啥呢？你甲做一个就讲，那我来冻着石头，好，我冻着石头就是所在，好，你冲着冻着，伊就直接会反射倒来，啊，倒去啊，好，伊就反射倒去。或者讲，咱若会动。那么你这个所在，你容易，甲做一个小公布栏，
哦，你要按键，按键嘛是可以用反射掉去，但是安尼人看都怪怪的，咱会当当只石头冻掉的。那么做呢？咱呢有啥办法呢？咱只有这边呢，好抗地呢，种树啊，种树呢，哈、啊，这个比较为什么边缘的树呢？哈、啊，较密密麻麻呢，种掉个嘛可以，啊，一旦化煞，一旦冻掉的，这怎么办？那么这所在呢，嘛是同款，这个若水进来，边啊来，哈、哦，咱就冲来先，咱这搭嘛用种这滴啊，我多个的所在用石头，好、哦，咱这不用按键，你袂使的。好、哦，不用摆，袂使，咱就种竹啊，好、哦，种竹种较慢嘞，因为竹啊，这刷来嘞，也照着竹啊去，伊会化掉去啊，会化掉去。咱一片叶啊，一片叶，好、哦，有因真大功德。那么淡薄大师啊，哈、哦，一支芦苇啊，倒一个缸，水来为缸，好、哦，水一个河。那么一支芦苇会当渡江啊，各位，咱一支竹啊会当破满纸，好，会当破满纸。所以咱呐、啊，假使有路边有枪来，咱就竹啊种一大片，较宽宽啊嘞，种迄竹啊，好密密麻麻，刷起洞嘞，伊自然会下架，会下架，伊自然就化掉去啊，化于无形啊。好，又发又破，又刷又折，只是咱。信无信，有智慧无智慧。今日老祖甲咱传这个妙法，若是各位啊，有倒了这個问题的人啊，咱不妨啊，会向伊加运用，相信呢，各位会得到无上的法宝。咱开一仙钱，好开一角钱，所得到的，一仙得到一万，一角得到十万，咱的平安。自然富贵，平安就会趁钱，若未平安，卡一钱嘛无内容。所以各位，咱爱理智，爱有智慧。啊，今日咱的课程呢，加加一个段落。